咏春拳虽然千变万化，但系万变都不离其中。所有嘅功手都不外乎由几个拳理中变化出嚟，来留去鬃，甩手直冲，拳打中线，先消后打，连消带打，以打为消。 记住，力发在先，力在臂，力发在后，力在拳。唔好喺你出拳之前，将个拳头揸到实一实，咁样只会将你嘅力量分散咗喺你嘅手臂上边。相反，如果你嘅拳头喺接触对方之前嗰一刹那，先至揸紧拳头，咁你嘅力量就可以集中喺呢个拳头上面。使唔使啊，师公？唔系咁，你点明啊？ 而家明未？明就开始练啦。几好，我哋而家开始练寸劲法力。仲记唔记得我教过你嘅？记得，力从地起，脚、膝、腰、背、肩、掌、腕。仲有就拳有三尖，掌有三角。一字春拳系讲究角度同埋集中点。 由心法，腰马要合一，力从地起。